乐，又到周六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中国城吃饭还有买菜。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两周去一次中国城，只有到这种时候我觉得录一下 vlog 还有一点不同吧，不然每天就是上班下班，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好录的。那今天现在是大概中午的时间了，11点左右。我今天上午做了运动，然后还干了什么？录了一个开箱，是那个 Uniqlo 的开箱，你们期待一下吧。就感觉今天上午的行程安排做的还不错，想要做的都做完了，下午就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带着你们和我去吃吃喝喝 ，OK。是我们这里最好吃的一家，比我以前吃了好多年的那家还好吃。你同意吗？秀的牛腩好大，好多稻香村的东西，今天看到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多新东西，别的地方没有，对吧？我要做测评，来看看买一些什么。啊，我要做这个食人族的测评，食人族，
每一个都买一个吧。OK， 我们现在去买面包。Let's go。现在每次来都会买这一款，上次测评过的。奶，这个会不好吃，咖啡鲜奶油、啊、怕踩雷、啊、还得去另外一家。我又买了四个肉松小贝，跟同一个卖家买的，忍不住了，我老公去买菜了。你看他这个是封起来的，所以吃的比较安心吧。你看这样才会解封，你不能重复使用的。呜，优秀，有没有？今天比上一次更好吃，比较没那么咸，好吃。我到家啦，买了一堆东西给你们看一下。超市跑了两家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店，就差不多是我们两周吃的量了，当然还不包括一些零食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